出门，我开始是无比一片寂静，路沿线所有的大厦是些森林醒来的早餐，人越剧烈的成为可能，我用孤单的冲一冲我赢上云昏去去去看面对魔界的邪外回首我的过程，让我们把失败是单纯，被贪婪在永恒之中暴力重生，让我们把失败的路放过，停止反抗，永无止境的战争，让我们把失败是单纯，责任不存在的是用前辈的身份。没有失败的灵魂，自然来懂我为帮助人，我开始是用第一人称记录眼前所有的发生，是些森林醒来的早晨，人和剧烈的成为可能，我用古老的旧一种回忆藏灵魂寻去寻根，面对魔界的邪玩不卑不染的众生，未知纯白的象征，然后还原为